转换一下心情，来看一个好消息。交通部观光局举办了台湾好康的活动，行销全台湾温泉区。经过民众网络票选，还有评审专家实地访查之后，选出了十全十美大赛以及最佳新创奖等等七项的大奖。而匠西乡在十全十美奖项当中夺得了冠军，另外还有一个新创奖。县长林姿妙感谢乡亲大力来催票，等疫情过后，欢迎大家来到礁溪泡汤。之前呢，交通部观光局举办的台湾好汤活动，这是台湾温泉界的金钱奖。经过激烈的民众票选以及专家的评比，礁溪温泉勇夺十全十美的冠军。这个荣耀呢是全体县民的，感谢大家帮忙投票催票。现在呢，疫情期间也请大家尽量待在家里，等疫情过后再次体验礁溪温泉的魅力。